later。 大家都说我最近不摆摊了，最近在忙什么？走，今天带你去看一看我今天在忙什么。带你去坐一下我的小杯杯，天天都是你开车带我，今天我开车带你。咋样？这车坐着可以什么类型？已经到我们头聊吧的这个楼下了。这边的话它是一个爱琴海公园，然后这个就是唯品会，周边的小区都很多。如果我们附近有粉丝，到时候我们头聊吧开始了，你们可以来感受一下。我们的店现在正在装修啊，这里是一个吧台，这边的话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展架，来的客户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和床在这里做头疗、肩颈的脸部都可以。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房间，也是两个床的，还没有给它隔好的一个干区，厕所是在里面，还有一个小仓库，就是还没装好，你们可能看不出来效果。我们以后装修好的一个显示图，这是门口，看现在还正在装修。然后这个是房间室内，我已经很期待我们店开业了，还没装修好，也没有啥可看的。你晚上可有啥事？没有。那要不咱俩去吃吃饭，溜达溜达，溜达旷个工。其实咱俩还没正式上班呢。对。啊，给大家说一下哈，以后头聊吧呢，七七姐她是店长，然后刚开始呢，我主要去打辅助的。因为我主要也不熟，因为对对，因为刚开始就是很员工还没招齐嘛，那我也要去学手法，我也要去练习的。我以后呢也要在瑶海去开一个店，所以我先在这个店里学习学习。问你去剪个头发吧，天天粉丝说你的发型，我的发型不挺好看吗？正好今天有空，你去剪一下。我不管是洗头还是剪头，我都用不习惯理发店的洗发水。正好这个是准备给客户送的，先不给他了，我先去洗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的新品的一个洗发水，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控油去屑蓬松。早上直播的时候跳了一上午的舞，头还油油的，正好洗洗。比较清香清新，这个味道蛮好闻。对，竹子味，也是恋爱的感觉。给大家讲一下，洗头一定要洗两遍。控油的洗发水用过之后呢，它控过油了，一定要去用发膜给它水养头哈。咱们这个发膜的味道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味道真的太香了，有一点想睡觉的感觉。你一个剪还是剪？给我剪一下吧，这个太长了，我想剪到大概肩膀这里，就是散下来也很好看，扎起来也很好看的那一种。我很期待新发型，好心疼好不容易养出来的头发，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好看吗？特别好看啊。就是短了一点哈。怎么样？好看。可以吧？对吧？很顺。不得不给你们安利一下咱们禅润的新品，咱们这个洗发水小到刚会走，大到99都可以用，不管大人小孩。发膜的话呢，它主要是水养头发，干枯毛躁，顺滑香的。咱这个洗发水，如果你是大油头的话，如果你头上有头屑的话，想要我这种蓬松，然后又想要控油又想要去屑，一定要去用它。哪怕你自己在家洗，不在理发店洗，也能达到一个蓬松的效果。咱们618新品尝鲜价格，一瓶是79的，现在给大家是99两大瓶。洗发水500毫升的，发膜是380毫升的，再给你们送我们的小袋包和手提袋，戳下方链接，赶紧去抢一单。太棒！我们现在头发也剪好了，美美的，咱俩不出去炸个街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？走。